艾伦格嘛。谢谢。我敲不下迷你锅。找俩。啊，有人在我这边。死完了，死完了。我他妈刚爆完，我撬棍加平底锅，他妈那人捡了枪往我这冲，我先给他来一撬棍，再给他来一平底锅。你那一面。我的饭，我的饭，我的饭。我脸上有个弹弹，牛逼！是。我打他头了，妈，报告这边。我打了药。过来扶你，没事，别扶，不要有，还带我一枪，好了，围墙倒了，就剩右边的了，死了死了，把枪头高点，把耳机头去。外边，外边一下。有一个打药。哎呦我！小逼。别从他妈右边钻出来！